还是陈德伟伟哥带来歌曲《小小》，我们欢迎陈德伟。谢谢陈德伟，小小。他这首歌的原因是，因为小小这首歌呢，它是在讲一对爱侣分开的故事。那我今天扮的是西施，因为就是西施，就是因为西施跟范蠡就是分开嘛，最近在读历史故事。那我听小小这首歌也非常有感觉，因为我小时候就是住在乡下，有一个不错的青梅竹马，那我们就是会一起玩沙、爬树啊之类的，玩得脏脏的。然后跌倒，他会把我扶起来，对，然后又给我糖果吃。可惜他之后就是搬家了，然后就没有再见到面，也不就是不敢去联络了这样子。哦，小小的年纪，小小的爱情这样子。果然啊，那个希望你不要过去了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还蛮有机会。好，我觉得这有几个部分，我觉得你有修正了一下，像刚刚说你临时抱佛脚，我可能想到你这个可能是你临时抱佛脚的动作，但是那个动作很不搭那个小小这个歌词里面的意境。你有做动作没错，但是那个动作其实真的跟你唱的位置啊，一点都不搭，刚刚好相反的意境，所以这个要注意了，好不好？我觉得评审对古人要求太严格了。古人一号，古人二号，你是古人三号。会不会是一个古人区在哪里？希望你会脱离古人区，好不好？加油！我们看陈德伟的分数，过分分数41.3分以上，请加分数。伟哥加油！不敢看嘞，加油！恭喜陈德伟哥！接下来是17岁的高子涵，要带来瑶瑶的歌曲《Honey》，欢迎高子涵。